How I did？ 记忆可能带给我很多枷锁，所以如果没有记忆，你就好像重新一个开始就。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авды за тобой нет. А тот, кого обманул, за ним правда.我其实也担心，我有一天突然进入到一个停滞成长、心智闭合的状态。不想回忆，回忆任何一天。你会经营很多东西，你也会设想很多它的结果。那次旅行意味着你要找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